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示范的关卡是《天降的骚乱案》，天神的复命。哦，看不懂，我知道，哎，因为我也看不太懂。哦，简单就是说安希腊的潜能解放。啊，不，又讲错了，那个不是潜能解放，那个升华。哦，基本上这种关卡7系以上的话，我不建议大家去做所谓的那个。直接做消珠的动作哦。我的建议是做叠珠哦，手动自己叠哦，因为回合算蛮长的，基本上有没有消到没关系哦。啊，当然如果你技术 OK， 你自己想要做一次做七钢波也可以。像我现在这个一拉二三四，没什么把握哦。所以就算了，好，没什么把握，我们就是慢慢做哈。好，像这样的一二三四 combo 了，我这边再塞一个暗的进去。好，一二。三、四，哦，一二三四五，看一下哦，哎，我要做反了，我看一下。这个要火珠啊，这个要火珠。啊，基本上这样应该可以。这样拉过去嘛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刚刚好。这样 OK。哦，一次就把它解决。哦，一次就把它解决。哦，这个也是一样。哦，八 combo 用同样的方法，基本上一次我就要把它解决。哦，一次。一样嘛哈，这边是要水珠、火珠，看一下哦，八 combo。这个要火珠啦，这个要火珠。好像是拉错了，看一下，很高反应。就是从这边拉也是可以的，从这边往下拉，所以这个要按住。哦，我这边一 combo， 两 combo， 三 combo。要是拉出来的话会浪费两回合，不过还是要拉，所以我建议不用拉的，直接放这个水珠进去就不用再拉了。好像这样，那这个往下拖过来的时候，这边也有一块水珠。哦，这个就是顺便教学给大家参考一下这样。
像这样。哦，所以我这个一往下拉，按珠消这三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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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水珠也消嘛，拉上来这边再一颗新珠放这里就很漂亮。好像这样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这边再做一个就可以了。哦。像这样，一二三四六七八，刚好，哦，一次就解决了。还有天降，哦，说真的，这种关卡，与其你转八回合再拼天降，我倒不如一回合直接送走他。哦，以上这个是安西亚潜能解放第二阶段的一个通关方式分享，哦，给大家参考。哦，这个接续的话就是拍三跟四，好，谢谢大家的观赏，拜拜。